义大犀牛内野手林义泉去年球季大丰收，一举网罗最有价值球员、金手套、最佳九人、打点王以及银棒奖，成为中职史上第一位三度获选 MVP 的球员。新的球季撒下新的希望种子，生涯第四座 MVP 的目标也在心中慢慢萌芽。MVP 每一年都是目标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先把自己还有团队先把成绩打出来，然后年底就让它顺其自然的发生，这样就好了。神拳说的客气，瞧瞧您的成就，安打897支，全垒打79支，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两个球季完成千安百轰。但企图心高昂的他，还想要挑战百道任务哦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百轰百道千安嘛，啊，我如果百轰千安少一个百道，也是觉得有点遗憾嘛。那就给我15年到10年的目标。我一年跑个10次啊，就希望三队的捕手就手下留情。会敲安，会轰全垒打，如果还会盗垒，那就更棒啦。自由来关心神拳的合约年，一直维持高水准的他，是否会有爆炸性的演出呢？到时候真的大爆发的话就看球队的心意啊，对啊。哦吼，到了合约年，果然野心勃勃啊！也期待林义泉在新的一年，不论是球技、身价，都能再创高峰。未来体育新闻，高雄采访报道。